在我们今年度呢，更是呢宇宙非凡，就是和全球的专业车的科技来做一个结合，让大家呢，我大饱眼福，而且呢，千万的优惠一定要来把握。那么今天现场呢，也为大家来介绍与会的长官贵宾，也邀请我们与会的贵宾呢，这里跟大家来挥手致意。首先欢迎代表我们台中市长卢秀燕卢市长，我们的秘书长，我们的黄忠典黄秘书长，秘书长好，欢迎。
那我看到今天呢，说真的，今天的场面呢，我觉得有点震撼。我刚进来就发现，这个场面呢，其实除了商用车以外，各种系统、零组件、各种服务都在今天的展览之中。所以我想，今天除了展览会以外，还有我们张教授也同时举办的很多的这个研讨会。那我们能够在这个展览会里面呢，能够了解到这个商机，雨越下越大。事实上我接到了我们的水情中心我们要成立这个应变中心我要进驻到应变中心去了。不过这个水情来得非常的及时，我觉得对旱情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下这么大的雨今天在座还是这个灌溉云集各种这个我们的贵宾这么多然后这么多人来参加真的非常的难得我觉得这个雨是及时雨那给我们旱情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想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今天我们市政府能够参与，当然也欢迎各界先进来到台中市。我们台中市一个发展会展城市很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各位应该也都知道，我们正在盖国际会展中心两年后就会完工，完工后的国际会展中心那铁定是国际级的会展中心。那我希望说以后持续的每年都来在台中办会展，那我相信我们台中市除了办会展方便以外我们有好山好水，都希望大家能够同时利用会展的时间呢去走一走，我们有很好的美食大家可以去做消费。所以我想今天是非常高兴，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交通的物流在这几年有非常快速的发展，尤其智慧交通的部分，其实我们的技术有很大的产业的变革。我们今天的展出应该有提出很多的新的这个革命性的做法，包含这个冷链的做法，包含一些智慧的做法。这个全世界关于交通的发展非常的快速。那我相信今天的会场也提供了很多商业的解决方案。我相信今天来的人都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于掌握未来先机，能够非常有帮助。那所以我在这里祝福我们今天的这个博览会应该是说这个博览会展出的期间那就大家都能够获得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然后能够取得到对于我们的产业发展最关键的一个这个力量那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展览会非常的成功。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卢副理事长，谢谢。继续为您来邀请台大先进公共运输中心，同时也是主办单位中华民国商用车技术发展协会理事，欢迎张学孔教授先生来致辞，掌声来欢迎张教授，欢迎。那我们敬爱的华航秘书长，跟商用车技术发展协会的张理事长，我们在座很多我们的理事、我们的贵宾，我就不一一唱名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想我非常非常高兴能够代表学界，代表我们商用车发展协会的理监事们来这边欢迎大家参加今年的我们的展览，我们的博览会。我每一年参加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尤其今年一进来，诚如我们王秘书长讲的，一个震撼的感觉除了这个大雨带来甘霖之外，也感受到我们商用车发展协会，我们在座的所有理监事，还有我们会员们把这个运输运转转运这个气息带到会场来，感觉非常兴奋
那我自己的观察，今年有四个方向是值得我们大家来期盼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安全，第二个是碳净零，节能减碳啊。第三个是技术的提升，第四个是国际交流。前面两个在过去的讨论里面讨论非常多，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安全交通部 ADAS 的应用，智慧交通的应用，之后我们刚才是玩5G 啊，跟 ADAS 这个在地化国产化这个发展，那交通部的 VACC 正在发展净零碳排这一块，我会先跟我们这个全机这个董事长也交流啊。我们过去这几年呢、啊，大家知道这个碳净零里面车的电动化、车的无碳化是非常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它有三个 value chain： 车、基础设施、服务跟网络。我们车做得很棒，可是我们需要更多基础设施、充电站，我们需要更多的网络跟服务，这个需要我们大家产官学一起努力。还有车的部分，其实我们的货车、我们的物流是在公路碳排里面占第二位，这一块也需要我们业者，像我们冷链这个协会的林理事长，他是在外面专家，我们怎么样把大家的意见凝聚起来，向政府提出重要的建议，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再来就是技术国际链接，我们有非常强的产业，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场域跟我们那么多国际的大厂一起来合作，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技术能够做技术输出，我想这也是我们可以期许、可以期盼。我想最后这一次这个研讨这个博览会啊，特别安排了很多场的技术交流，我也鼓励我们在座领监事、我们的会员还有我们厂商积极的参与技术交流，提出好的建言。我想以我们协会结合我们车联网协会、结合 ITS 协会、结合运输学会，我们可以反映给政府，我们愿意搭这个平台，让大家的意见能够变成政府的政策来辅导大家，让我们的产业、让我们的运输服务、让我们的安全更能够提升。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开幕，在这里期许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业者，祝福我们的业者，我们的这个业绩长虹。研讨会能够顺利成功，大家这个幸福、平安、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再次的谢谢张总董事长，谢谢。那就为您来邀请厂商代表顺义集团林纯基董事长，我们来致辞，来用掌声来欢迎，欢迎顺义集团林纯基董事长。彭秘书长。然后张教授、张发行人、邵社长、杨总经理，各位贵宾、各位先进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参加2023年的商业车博览会。那我也很荣幸能够在这个地方代表业界来上台跟大家说说话。各位在场的先进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比我还要清楚，商用车是我们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命脉，也是我们社会整个发展推动的一个推手，一个很重要的力量。那身为商用车产业的一份子呢，其实我是非常感到骄傲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也非常感谢商业车是每一年都举办像这样子一个博览会，致力于推广商用车的产品以及周边的一些商品等等系统资源等等的。那刚刚张教授我稍微提到了一下，其实一个好的商用车，一个好的商用车，它随着时代而进步不同的。以前我们可能只需要内操好用就好了，但是现在不是，一个舒适性也是大家追求的，还有更重要的安全性，
刚教授有提到，有许多最新的科技所支援的一些智慧系统、交通的安全系统等等的，这都是一个好的商用车必须考量的一个的条件。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能够随时、及时并且迅速的支援的一个服务系统，让我们的头家、让我们的老板们能够在做生意的同时，能够免后顾之忧。那近年来也是有提到，就是随着现在的一些零碳排的这样子一个浪潮的一个推动，电动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新能源化走向绿能这个方向，是我们商用车一个必须一定要走的一个目标。那所以未来我们业界除了能够推出更多元化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之外，我们其实也要同时的来想想我们产业能够带给台湾、带给社会什么样一个有序的价值。就以我们顺义集团为例，我们在随着我们即将推出的全电动的 eCanter 货车之外呢，我们同时也开始布局我们的电动商用车的一个规划。那同时在去年，我们将我们在桃园中立的中立汽车城，我们将它变成了一个升级，成为一个绿能的一个示范厂区。也就是说，我们是有太阳能进来自发自用，除此之后还能够储能。它是业界台湾的汽车产业第一个虚拟电厂，这个非常的重要。除了我们可以自主之外，我们还可以将全台湾的电网连在一起，我们的服务厂连在一起。等于是说，我们除了自己用，还可以供给给我们其他的服务厂。在这个同时，这样子一个虚拟电厂呢，在我们台湾电网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这样子一个聚合型的一个电网也是一个稳定电网的一个力量。所以以上种种的努力都代表了我们集团追求有序的一个决心。那在这个地方我还要再次感谢商业车博览会，除了推广展览我们的那个产品跟周边产品之外呢，它也如同刚刚教授说的，车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官学三方一个互动的很重要的平台。有了政府的指导，学界的智慧，我相信我们未来我们的商用车界一定可以走得更好、更加进步。那我在这边也要特别呼吁，未来要推动电动货车或者是电动巴士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跟政府的相关的单位做更多的互动以及沟通。那也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我们业界更多实质上面的支持，让我们一起来为台湾的交通界能够有做更好的发展。那最后我在这个地方预祝我们活动能够顺利成功，并且呢也祝各位在场的各位先进们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台湾代表顺义集团，谢谢林福基董事长，谢谢。继续为您来邀请中华民国商用车技术发展协会，欢迎张玉莹张理事长为我们来做详细的展场特色说明。亲爱的现场嘉宾，请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张玉莹理事长，欢迎。秘书长张教授，在场的商业车先进还有媒体朋友们，大家好。谢谢在大雨滂沱的这样子的一个上午，一起来关心年度的商业车盛事。终于进到第四届，其实从第一届开始，当时我谈的是感恩跟感动。我非常感恩当时20几个运输工会，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这个展会的时候，就给我们很大力的协助。我也非常感谢展商们的参加，包含像顺义、像当时的车主工会都有联手，让我们跨出了第一大。第二届我谈的是关注跟尊重，也就是长期以来商业车不受到整个政府的重视，甚至有很多不友善的法规。但是因为我们搭建的平台也在张教授还有很多先进的指引之下，终于让地方政府甚至后来的交通部对于我们搭建的平台、我们提出的议题，甚至我们举办的研讨会，都可以顺利的把产业的心声 deliver 到官方去，所以谢谢台中市政府。第三届终于我们可以更聚焦在科技还有新的趋势，像是冷链协会长期的合作，或者是我们上一届有跟台中市这边合作自动驾驶，由徐董事长这边来做专业的研讨。
这届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其实是产业共好，因为搭建这个平台，有人会很质疑我跟少姐，但是说很坦白，我们是两个是负责碰壁的，因为大家都不认为大家应该把资源拿出来，或者是认为大家就个别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大家可以联手，大家可以让产业来提升，才有办法产业共好。但是非常感谢，还是有很多展商们赞同了我们这样的理念，像是林纯基董事长，今年他就整合了顺义集团下面的各个品牌做了高规格的演出。像台北合众汽车，他们不只展示最新的产品，他们甚至在现场布置了很多车辆科技化的体验。还有像南洋实业，他不仅要发表五吨的新车，甚至在明天我们有一个氢能源的研讨会，我们要来谈谈韩国他们怎么样来做氢能源的商用车。所以今年的特色，第一个只是一个小小的部分，就是百大新品。第二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过的净零碳排跟新能源车。那新能源车这个部分，今年就像鸿华先进有发表最新的 Model T。然后我们这个展会非常有特色的是，我们还富有教育的意义，甚至我们还做了趋势的研讨。那在研讨会的部分，刚刚教授已经跟大家说明过了，我只再提一个小小的部分，因为每一次的研讨会对于法规或者产业问题，其实是大家讨论最激烈的。我们上一届讨论的游览车的法规的问题，这一届在礼拜明天的早上会讨论整个产业陷入了人力的困境，那也会有很多运输工会联手来谈这个部分，也欢迎在座来谈。那整个商用车的环节其实是安全，所以现场可以看到车辆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安全科技。那这个部分我们下午就有一个场次邀请到台中市的风捷处，他们会来举办 ADAS 的应用的实际成效，不希望让运输头家认为 ADAS 的运用只是来加装或者是来增加成本，其实对于安全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单位一直站在产业共好，所以希望大家有了好的趋势，掌握了好的产品，才可以不只是默默的运转，更可以大大的转运。在此谢谢大家的莅临，谢谢。谢谢理事长朱玉莹理事长我们特色的展场介绍。2023商业车博览会，转运经济，运转大未来。邀请各位现场嘉宾与会的掌柜并请您将焦点放在我们荧光幕上，让我们一起来欣赏2023商业车博览会精彩影片。商业车运转着经济的脉动，三年的疫情拉开了你我的距离，使商业车默默运转起你我的生活日常，也运转出全新的面貌，不断强化行车安全、运输效能、节能减排。2023商业车博览会呈现全新时代商业车，车联网、冷链物流、新能源车、百项新品、千万优惠，让运输淘金日日运转，日日转运，展现全新气象。2023商业车博览会，4月20到23，运转新未来，就在台中国际展览馆。再次的非常谢谢2023商业车博览会，从即日起到4月23号，邀请我们所有的全国的好朋友一同共同盛情莅临，精彩可期。同时，在我们2023商业车博览会呢，非常的感谢我们台中市政府大力的支持和帮忙哦。最近呢，现场呢，我们首先来邀请我们的主办单位哦，商业车制以及中华民国商用车技术发展协会，再次的感谢我们台中市政府的高度的支持，欢迎商业车制杨正勋杨总经理我们上台。来颁赠感谢状，非常感谢我们台中市政府邀请我们黄崇典黄秘书长来代表来致赠，来代表来接受我们的感谢状。各位现场嘉宾，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这次在台中国际展览馆成功举办商业车博览会的盛事，
再次的非常感谢我们台中市政府，相信各位现场的嘉宾、与会的展会宾哦，包括我们在这次展会的六大亮点以及加码的十场野草会呢，精彩可期。再次的非常感谢，掌声来再次的感谢台中市政府，谢谢秘书长黄崇典黄秘书长，也代表我们今天主办单位杨哲群商业车之杨哲群杨总经理的授证。再次的谢谢，再次的谢谢。2023商业车博览会，紧接着我们马上要来进行我们的剪彩仪式，同时邀请我们的主办单位，我们的杨总经理，请留步。在我们今天现场，我们马上来进行我们在今年度2023商业车博览会，同时也恭请我们与会的展望贵宾来到我们的舞台前方。首先来邀请我们商业车之的杨总经理，以及欢迎台中市政府代表卢秀元卢市长、黄崇典黄秘书长，请到我们一排前。继续为您邀请台中市议员李文杰李议员，欢迎李议员。继续邀请欢迎台中市政府经发局，欢迎林义安李副局长，欢迎台中市公捷处陈文正副处长。欢迎台湾大学先进公共运输中心张学孔张主任，同时也是张教授，欢迎。欢迎顺义集团林春金董事长，欢迎台北合众汽车，欢迎黄修成黄总经理，欢迎台湾冷链协会，欢迎林建志理事长，欢迎第二排的剪彩同仁。继续欢迎邀请台中市游览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徐宏峰理事长，请到我们上台前。欢迎台湾区车体工业同业工会蔡赖显荣理事长，欢迎。欢迎中华民国汽车货柜货运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欢迎李昭峰理事长。邀请李昭峰李秘书长，欢迎台中市汽车货柜货运商业同业工会廖学坤理事长，欢迎彰化县汽车货柜货运商业同业工会陈俊达理事长，欢迎新北市小货车租赁商业同业工会陈其才理事长，欢迎橡胶及弹性体工会黄世贤常务理事，欢迎宏华先进郭耀聪特助。继续欢迎我们现场的嘉宾以及与会的展望贵宾，以及欢迎中华民国商用车技术发展协会邵成林邵常务理事，欢迎。再次邀请我们与会的展望贵宾来到我们舞台前。同时也邀请我们与会的展望贵宾来，请先看我们正前方。好，我们李生请送金简。在我们今年度非常的感谢超过30家的运输同业工会共襄盛举，在我们今年度2023商业车博览会也即将进行我们精彩的剪彩仪式。运转经济，转运大未来，共同齐心运转商用车的未来。同时在我们百项的新品千万的我们优惠，各位现场嘉宾还有与会的展会贵宾，2023商业车博览会运转经济转运大未来盛情开幕，让我们一起热情倒数，5 4 3 2 1，请剪彩。在我们今年度2023商业车博览会从即日起到23号，百项的新品千万的优惠，以及包括更安全更舒适离开看更环保，也邀请现场的一个展会宾来请他们正前方，请竖起你的右手大拇指。在我们今年度2023商业车博览会盛大展出圆满成功，行车大吉，展会大力，运转经济转运